拆给我个铁塔合个影，好不容易出国一次，可得炫耀一下。好，看镜头。热乎年苞米郎。苞米郎。什么事儿？我去，年苞米也出国了，我还以为回老家了。哎，你看这纪念品还挺好看的，咱们买点呗。哎，等会儿。Made in China。好家伙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义乌。算了，咱们找个店待着去吧。哎，那好多人，肯定是打卡点，咱们也去拍照呗。走。不是，谁把他放这儿的？陶之乐吧，幸亏没有竹筒奶茶。算了，去吃饭吧。网上都说那个 Seaflow Scoop 好吃，咱们去吃那个。哎，等会儿 ，Seaflow 海底，那不海底捞吗？得，走吧，找点臭豆腐、烤冷面啥的，指不定搁哪儿有呢。哎，咱们去酒吧再打车吧，我看看怎么打。不用，我看那个就行。不是，他就这么水灵灵的出现在国外了。算了，咱们去酒吧吧，再颠也颠不到哪儿去。对哎，我今天去学校兼职，那个班抓出来一排抽烟的人啊，年纪小不懂事吧？初高中压力确实大。小学二年级，小学二年级，那个时候我吃个辣条都得偷摸的呢。而且还有人把红领巾当抹胸穿，跳操班舞录视频呢。什么？我小学的时候忘戴红领巾就觉得天塌了。我还听说有怀孕生宝宝的了，这才多大呀？我那个时候还把棒棒糖当口红涂呢。我开个城乡牛奶多少钱？我妈半天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半天了，我小学的妹妹给我讲八卦呢，你听不听？小学生有啥八卦呀？我不感兴趣。炸裂不？我消化一下。哎，我跟他出门被搭讪了，问我能不能和他约会。哟，那不是好事儿，桃花挺旺啊。什么桃花？小学六年级，牙都还没换完呢，还要拿他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加我联系方式呢，吓死我了。大学宿舍没分寸感的人。哎，你干嘛？小薇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？下次多买点。那个我吃过了。没事儿，都是姐妹嘛，我不介意的。我，哎，安宁，妹妹姐，下次别买这个奶茶，这家不好喝。不是谁让你喝了？你喝过我怎么喝呀？这有什么嘛？咱们是好姐妹嘛。反正你我只喝了一口。哎，别生气嘛，我把零食分给你们吃。那这个苹果可甜了，快这个零食。哎，你拿走。我去逛街了。哎，小薇姐，包借我背一下啊。哎，安宁。有病吧，小慧姐，你快递我帮你拿回来了，谢谢。没事儿，你买的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别动，娃娃呀，小慧姐，你这么大了还买这种东西啊，好幼稚啊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乖宝宝，好好陪我们小慧姐哦。喂，安宁，还给你。安宁，你干嘛？嗯，没事儿，我就看看。怎么关了？我还没看完呢。你要看自己去贴贴上看啊。完成学校认证之后，可以展示动态给所有同学，也可以看到大家的动态。是啊，那你刚才点赞的人是谁啊？不会是男朋友吧？偷偷谈恋爱了？不是，贴贴上可以和陌生人社交，那是我刚认识的朋友，你别乱说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也下一个。小辉姐，你怎么买个发卡也发个动态呀、啊？太 low 了吧！我发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有病吧？我是把你当好朋友才提醒你呢，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哎你。不知道谁把我联系方式给他的，一直给我发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这什么呀，纯纯普信男吧，真恶心。哎，烦死了。哎，小慧姐，你和那个男生聊得怎么样了？什么男生？你把我联系方式给他的？对呀、啊、是不是甜甜的爱情要来了？谁允许你乱推的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看你一直单身，我把你当朋友还有错了？朋友不是这样的，我求求你礼貌一点，用不着你乱帮忙。你有点分寸感吧。真讨人嫌。大学宿舍没有时间观念的人。皮萨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三点钟的电影，现在都两点五十了。又不着急，不还有十分钟呢吗？怎么你会飞呀、啊？大不了迟到了，前面又没什么好看的。你不想看，我们还要看啊！快走吧，一会儿真赶不上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我先去上个厕所啊，你们等会儿我啊，先别走啊。哎，小薇，咱们自己去吧，别等他了。我早就想走了，票在他那儿呢。你快点上。就说早点来的，前面没看，后面根本就看不懂。我也是，车我已经打好了。安宁人呢？又去上厕所去了吧？啊，车都快到了，不会一会儿又要等他吧？真是的。喂，安宁，你人呢？赶快出来呀、啊！等一下，我补妆呢，马上就好了。不是，车都快到了，你出来补嘛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让司机等我一下嘛，马上。麻烦您稍微等一下，我有个朋友还没出来。安宁，你快点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催了。你们还走不走的？不走，走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，烦死了。
快走吧。哎，干嘛？就一个例会，这么早把我拉过来，老师都还没到呢。老师平常都会提前来的，估计今天有事儿。提什么钱啊？这个点不迟到都不错了，浪费我时间。哎，差一点迟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开会吧，还没到时间呢，老师，不着急。实在是住得太远了，交通不方便，通勤就要2个小时，离学校近又租得起的房子又没得选。老师，你可以上58同城啊，房源超多的，你看你到校通勤半小时内就有上千房源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啊，这么多？是啊，而且现在平台还有开年抢租节，最高抢999租房券呢，存下来的钱干啥都行。太好了，我一会儿就去试试。就说老师不会迟到了，以为都跟你一样。对了，今天没有迟到的同学吧，大家都要注意时间观念啊。累死我了，走吧。你能不能别总迟到了，浪费我们时间。是啊，演出都要开始了，这点时间能值几个钱？算了，我不去了，小薇咱们走吧。哎，不行，那我妆不是白化了吗？你那点廉价化妆品值几个钱呢？我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赶快进去吧，不然真赶不上了。等一下，你先帮我拿下包，我要上个厕所，你们别走啊，等我啊。你屎娃吧你。贝贝姐，你们人呢？我们已经开始看了。啊，我还没去呢，你们怎么先看上了？那我包呢？放哪儿了？扔了。你扔了？喂，大学宿舍有人烫头发时，嗯，廖大嫂，贝贝你烫头发了？对啊，像吧？贝贝姐，你这什么呀？这头发？笑什么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把头发弄成这样了？头发拖布戴头上了？什么嘛？拖布，我这新烫的，最近可流行了，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一点也不适合你，太奇怪了。小慧，我这头发奇怪吗？还可以啊，挺好看的。贝贝姐，你这肯定是被偷鸟器给骗了吧？什么呀，像老派的似的，怎么出门啊？这样子。哎呀，贝贝别照了，那这个送你帽子。送我帽子干嘛？逛街时候看到挺合适你的就买了，你出门可以戴。你知道我不戴帽子的，偶尔也换换风格嘛，你戴戴试试嘛，来。哎，不用，我不戴。不是我的头发就那么难看吗？需要戴帽子才能出去见人？贝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这头发它不好。哎，贝贝姐，大家都觉得这头发不好看，就重新剪一下嘛，别硬撑了。我让你管，少说废话。贝贝，你都洗好几遍头发了，怎么还洗啊？没事，头发脏了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过敏了啊？可能是洗头发的时候药水不太好吧，我想把这卷洗掉来。你自己用什么药水啊？头发该洗坏了，现在脸都这样了。用一下我这个博本6D玻尿酸水乳 2.0 吧，这个水乳有 5% 的舒敏成分和 6% 的屏障修护成分，修护敏感肌都不在话下，而且成分安全温和，你可以放心用。那谢谢小慧。那个头发你不喜欢，我陪你去剪一下嘛，你不要自己搞了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他家剪头发好吗？烫过的能修好看吗？小慧，廖去做头发呀？没有，贝贝烫了新头发，再加上安宁一说，他就不太高兴了。我在想能不能帮他找。那古人喜欢不？他说挺好看的。你本事的，你要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呀，让他自信起来。你们关系冷个好，你还不了解他呀？我，拜拜，你新烫头发的？啊，是。太好看了吧？我之前一直想烫哪个来着？你好时尚啊，我都不敢剪。好看吗？好看呐、啊！小薇还跟我夸你来的，咱们两个得拍张照片，啊、我要发个朋友圈。你太美了吧，像那个大嫂，你洋气特别时尚。